好的，接下来给兄弟们吹一个萨克斯，就是我接触萨克斯的第一个曲子，也是听见萨克斯的一个曲子，我认为挺有纪念意义的，送给你们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。来了。感谢朋友。挺他妈有档次的一个东西，瞬间让我玩成农村非主流了。